国历史大解密，外国人泡澡，外品超离奇。台湾泡澡先洗澡再泡。对啊，泡澡的时候我就是顺便洗，好不好？那伊拉克呢？我们不用洗澡，因为他们没有水。对，澳洲习惯四分钟的洗澡，泡澡的话大概一个小时，早上跟晚上都要。哇，两个小时，凯琳可以洗半年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